热炒店，我们欢迎五位美食家。五位的人当中呢，有人要为我们定义一下什么叫做热炒，麻烦许杰辉先生。今天热炒店呢，因为它整个环境都是在一种很临时搭建的那个地方。现在什么角色？所以呢，最好入境随俗，一定是喝多酒，来稍微比较有味道嘛。不会的，你说热炒一定要在搭建的地方？不一定啦。最好是这样啦。啤酒屋有外壳啊。对呀，啤酒屋，但是门没有关起来的，就一定是开放式的。对，我们江湖俗称有看寡跟无看寡。看寡是什么？看寡就是有屋顶的。他们以前在跑那种工地秀，也是做有看寡跟无看寡。再来，热炒不能够等太久。菜哈有分文菜跟武菜，你脱离热炒，你脱离角色嘞，脱离角色，菜就是武，热炒就是武，今天是快点，对，所以他要在最短的时间把菜快速出来，快速的热炒是香港也讲文武做法吗？也有。但是五就是要快速的，就是你不可以闷嘛，没有闷啊。对不起，你要广东话，广东话，广东嘛。快速的，快速的，黑菜。快炒的什么菜？很快速的，很快速的，把菜煮好。所以不能够闷煮，不行。所以蹲这种没有清蒸，绝对没有。就蹲了很久啊，那个时间。所以热炒店你进去看，如果师傅年纪比较大的，你就往外面走。为什么？慢，因为慢，老了。热炒的定义是不是就是要大火？对，当然，而且要快很准，而且那个锅一定很大，它永远都是在你吃东西的旁边，它没有，应该是热炒。香港的大排档的热炒就是没有厨房的。没有厨房，就是在马路边。上菜有没有讲究呢？就是出菜的速度什么也没有，完全随着厨师。对，看师傅开不开心。有没有去过泰国啊？有没有吃过飞天空心菜？而且热炒还有一个定义哦，就买单的时候他一定会这样，160的、240的、300的、320的、1950。我觉得不是热炒，是他们好吵。热炒非常吵啊！然后请问一下，热炒店是不是规定只能玩台湾拳？不一定，你可以玩黑白菜啊，还有50输20啊。新加坡也可以。热炒店大部分都是台湾拳。那都喝什么酒？啤酒，啤酒。而且今天我们有酒醋小姐哦，佑哥小姐。说呢，他现在已经用目测就知道哪位男士会买，哪位男士不会买，所以这边这两位的话，谁比较可能会买？我觉得建明哥，你说买酒吗？买你的酒啊？对，不然你要买什么？你说汪建明会觉得有义务要最有希望的。那个许杰辉先生怎么了？因为我一看就不喝酒是？因为建明哥肚子比较大哦，啤酒，感觉肚子比较。事前训练的，不能攻击客人的。不是，他刚说什么？他说你肚子比较大，那表示你酒量比较好。我处理的。谁肯定是发生这种事？来，我叫台志源来了，台志源，我们今天是短剧吗？我们今天好像吃不到菜，那么多菜放在那里都不让我们吃，喉咙会很痛的。所以今天佑哥要帮我们上菜，那你们五位呢？帮我们介绍了你们最喜欢的热炒店，所以是不是你们都在比赛，说谁知道一家秘密的餐厅是别人不知道的？会，就是汪建明，你会亮出一家餐厅来，是会让宝妈吓到，说哦，竟然有他不知道。没有，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的感情好，可能是骗人的，因为我们在知道这个通告的时候，我们两个想破了头 ，OK， 哪一家热炒店我们值得推荐给大家？是，他心里面有名单，那他心里面的名单，我觉得我应该都知道，我不可能不知道。他吃过的东西，我们两个没有可能没吃过。他从头到尾，他口袋里面有名单哦。而且我们这家餐厅，我们两个都不知道在哪里。对。那你那一家藏在什么地方？民生社区。可是你怎么可能没有带他们俩去吃？对啊，为什么？而且你知道他推荐的有一道菜是我最喜欢的菜，哪一道？哪一道？你等一下看我再告诉你。我知道是哪一个了。哦，那个非常好吃。宝妈民生社区这一家为什么被你推荐？而且重点是啊，我吃这家吃了15年了。
我只要在家里打麻将，我一定叫他送到家里面来，还可以送啊。对，为什么不分享给王建民跟甜甜呢？嗯，我觉得啊，我太纵坏他们了，我所有吃个好吃的东西，他们都吃过。对，而且宝妈总希望有一个自己清静的地方啊，就是热炒店哪会清静啊？你甜甜去了就不会清静。我跟你讲，我真的还好，因为像比如说宝妈跟我们吃饭会在比较高级的餐厅，我们一进去，彩华姐一进去就说：“哎、欸，我要帮你点光明灯哈，阿哥嘿，你点点。”楼上哦，吃那个很高级的，哎、欸，你们那个汤应该可以再来一次吧？对，他那个对，哎、欸，有什么关系？都这么熟了，而且宝妈是 VIP 呀、啊，对不对？所以呢，你是说松露汤，然后叫人家再装满一碗，然后我们在电梯里面要往上去的时候，然后他就在那边念：“哦，我们有来个这么高级的地方，对，有其他的人哦。”然后我们就看看他，真的就是没有来过啊，在电梯里面。对啊，我跟你讲，我真的，我整个人讲说，彩华小声一点，弟弟还有很多外面的人，以后就算要跟他一起吃饭，也不要跟他搭同一个电梯。对，我有跟我们公司的女艺人说，以后红了不要忘了自己是谁啊。因为跟他上个礼拜有那个白云请了一大桌鸡鸭鱼肉什么都有，超豪华，一整个晚上他都在聊子怡了。是吗？对，很多鱼别的存在哦。鱼上来以后，他就说：“啊，你那个赡养费怎么样？”对，已经吃到甜甜了，已经炸那个汤圆了。炸的没有芝麻球、啊，对，芝麻球都已经来了。啊，你付一付就好了、啊。然后这样最后要走了，他就打包说：“我跟你讲啦，你要放落啦，你要放下啦，回去啦。”一边打包一边在那放下，然后白云哥脸超臭，然后而且菜剩很多钱，那一餐真的很贵。然后白云哥后来就默默说10000多块，我们彩华，我该彩卖，我来点啦，就他点的。对，所以你为什么要这么不识相呢？啊，不是，不要聊天，我要上菜。你这是这家叫做什么餐厅？哎呦，我那家餐厅是没有名字的，没有名字。我跟你讲，通常热炒店很多就是“热炒”两个字，真的吗？没有名，真的没有店名。大家去吃，对不对？你是怕被有那一定有名字。我这家热炒店在民生社区生意超好的，它只有5点以后才开店。我们先上汪建民最爱的那一道是什么？小卷，炸小卷，超爱哦！哎，又给麻烦你，那太厉害了。好，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就是用炸的，好，所以要蘸一点椒盐，是不是？热炒都喜欢在底下蹭这个吗？对，因为会油啊，对，好好吃哦，而且它会吸油啊，真的，冷掉还这么酥，你看冷掉超，有时候我跟你讲，我们在节目上介绍食物。冷掉东西好吃，那个东西绝对是好吃，完全没有臭油味，完全没有。哎，没有啤酒吗？这个对啊，小姐，那你不是在卖酒的？哎，有没有那个金线莲？金线莲，我进来才说会点错人呢。哎，我喜欢半天水。一路的，哎，有没有那个？啊，金线莲是什么？它是一种。超阿德，然后还是那种比较传统的超阿德，然后是对身体很好。所以是一种真的莲花做成的草茶吗？它就是一种植物去做成的汁，然后它是做成一面。你怎么发现的？就都有，因为你知道去海产店几乎只有三种，一种就是半天水、银刷人跟那个苹果鸡达。你一起我可以，我来讲。还有芦荟汁，对啦，你别讲芦荟汁，半天水是椰子汁，有椰子汁，好有学问啊！对，在树的顶端的那。所以你有空要跟我们去。真的，而且那个。不想跟你们去，很吵。小甜甜最近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巨星的对待吗？什么？因为汪建民担任董事长，然后他跟宝妈和小甜甜合开了一个经纪公司，然后汪建民就要经纪宝妈跟小甜甜。汪建民上任董事长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了一辆豪华轿车供应小甜甜使用。没有豪华，没有豪华，没有豪华。所以你这也办是那一部是新车哦，对，他不用当计程车。新车，宝妈没有车，然后我没有，甜甜有。我跟你说，我一定要讲，我觉得。大家讲清楚，他是我们这家公司的老板，啊、就他就是老板，我们两个是他签的艺人，艺人待遇差别到极点呢、啊。所以车是禁止你上，是不是？他有一出了一部新车，有一个专属的艺人，我自己上通告。啊，就是签了约以后，我叫他去接换局，他不接啊。甜甜有人要换局吗？有啊，我一直说我们甜甜去饭局把人家东西吃光不好吗？还是要如果有的话 OK 啊。他们饭局怎么没关系？因为都在热炒店啊。没有啊，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还是我接送他。是这一道，请问五位
好吃，你们吃的都觉得是过关的吗？对，值得推荐的热炒。是你们去那边吃不会被别桌的客人骚扰？哦，有，我常。你骗人。很多的骚扰，自从我 Bobby 天后开始，哇，很多的骚扰让我真的。你是说 Bobby 之前没有人要骚扰？有更多。虚伪好不好？哎呦，什么时候？不要虚荣。我们公司的艺人，不管你以后知名度到什么程度，都不要自我膨胀。好好好。所以你膨胀了一点。这种膨胀。所以你去海产店，客人是会自动上来吗？对，因为就是波比在说我明白真的是真的这样子，客人会逼你唱波比吗？会，现场看到我就是哇，彩华姐，我喜欢你，哇，你唱波比，唱波比，一直叫我唱波比啊。那怎么办？这么忠实的粉丝，我就唱一下。除了这个之外，你今天还要推荐的是什么菜？炒饭。真的吗？一定要点炒饭。我告诉你，不是热炒店呢、啊，热炒店如果炒饭、炒面、炒米粉这三样过关，它的东西一定过关，一定过关，相信我。热炒店这件事，我虽然是上流社会，可是我很在乎炒饭、炒面跟炒米粉。真的变了很久，因为我没有爱吃海鲜，所以我进那种店，我都一定点这三样。真的，这三样如果过关，它任何一样东西你都不用担心。我看一下热炒店的炒饭。它有讲究说里面的材料是有啊，一定会有三色豆啊，对，是很，而且啊，很正常的材料。通常如果我叫的话呢，我都会跟他说多打两个蛋下去哦，相信我，炒饭那个蛋香味会更香。多打两个蛋，值得你们赞叹一下。就是行家才会讲的话。很好吃，真的吗？真的，因为我最怕那个炒饭酱油味不够。没错。要有酱油味，对，就是那种台式的炒饭。可是有一些省份的那个炒饭是没有酱油的，没有，对，就是比如说港式炒饭就不会放酱油，它白白的，不会啊，不会啊，对啊。汤哥，你快点吃好不好？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吃。猪肝底下炖成多，现场反应超激烈。我也推荐这个餐厅的一个猪肝是吗？哦，香煎 ，Oh my god， 很好吃。啤酒呢？他总共要推荐几道？三道，不要，这个就好。第二道如果差的话，我就不推荐三道。恭喜啊！哇，是这个卷香还过吧？真好，肯定过好皮嘞。他本就是要自己过，不在这边吗？你把我的乐趣都剥夺了，我来干嘛？炒店有九醋小姐在吗？有穿这样吗？有，没有，我跟你讲，他们九醋都会看，有的人是例如说清叉的，有台叉的，他们就有自己的制服。对，然后我跟还有分，如果海产摊就是那个热炒店比较高级一点，他们的素质会比较好；比较烂一点的，他们的九醋小姐有的年龄层很大，然后而且比较没有那么好看。你在你这个大是什么意思？就还是比宝妈小一些。小孩才对啊，所以优格，你们九醋界是有欧巴桑在当九醋小姐吗？通常我有看过三十几岁的耶，三十几岁不算欧巴桑，算了啦，没有三十几岁，你跟我下跪道歉。S 姐几岁？三十出头，那你算了。所以都要欧巴桑也要穿这样吗？他们就不会尽量不会让他们露肚子。你们一直欧巴桑来，欧巴桑，你把宝妈放哪、啊？真的、啊，我觉得太过分了。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三十几岁真的不是欧巴桑，真的。对，所以穿这的很好。穿这样的话，男士们就会高兴，是不是？也没有啊，要看男士的个性。如果白云哥的话，应该就很高兴。对，可是你们要看妹会不会介绍，会不会拉雷。所以你的酒醋的技巧是什么？通常就是看一群客人进来的时候，我就会先过去问说有没有要喝酒啊，这样子。那所以你会推荐你们自己牌子的酒，是不是？对。是要问说你要哪一种酒吗？是烈酒或啤酒这些吗？有啊，我是说，哎，大家好，我是今天在这边的酒醋小姐，我叫优格。我们今天啊，啤酒在这边有做促销，只要你买一手的话呢，就可以再送两瓶哦。所以你们也太冷漠了。对男客人来，如果女客人都有这种要来说，不需要，谢谢，因为他会抢走你的风采。这个热炒店，你的姿色算是强的吗？很漂亮啊，我在哪里都是漂亮的吧。
不管什么店，你到底喝多少？就是我们公司，我们公司真的不能乱签。是你们经纪人在捶桌子，他膨胀了啦，还有膨胀。刚才说不要，不是我膨胀，是我感觉那么良好。你有在比赛吗？你进一个热炒店就要环视一圈，说妹的姿色怎么样？我超配合那个九宿小姐，所以我只要一到那个热炒店，我都会先扫描一下九宿小姐，然后看他们的腿，看他们的裙子，然后看他们的手腕。那像优格这样呢？算不错了，那所以你就会恨他吗？就是尽量不要跟他对到眼啊。这个炒饭是每一个热炒店，你们觉得都有这个水准吗？没有，不一定，不一定，有的面好难吃。有些那个饭会弄在一坨，就然后就是，对，没错，炒不开，那个饭没有办法一颗一颗像跳舞一样。所以许杰会觉得这个炒饭是够格的吗？粒粒皆清楚，这个是基本款。是粒粒皆清楚吗？粒粒皆清楚，这样就代表他炒的功夫很好。对，那热炒店有要表演那种火喷起来那个样子？哦，有，那个铲子碰到锅子的声音一定是很大声的，对。然后那个菜一定要甩的，然后抽风机，呼呼呼呼下啦！哎，给他怎么讲下啦？哦，这样。然后再来就是说，他有时候在炒一炒，炒一炒，突然就会听，你会看到那眼睛余光看到那火在轰，然后他在跟火拼斗，他拼这一盘要拿来给。然后最近我们都会拿啤酒进去敬他，哎，真的。然后最精彩的是那个厨师，如果是师傅的话，他跟老板娘吵架，然后不理大家，是最精彩的。对，吵架超嗨的。所以常常碰到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吗？通常热炒店大概都是老公在吵，然后老婆在做外炒，一定是。那怎么迹象就是在吵架呢？就为了你走开，给你的。我今晚我在吵呀。我才不给啊！我给你点。精彩的是，也没有人会催他们上菜，就让他们炒，因为很好看啊，很好看，很好看。他已经目前是炒饭，还有炸小卷，然后他接下来这一道是非常简单的东西耶。对，而且你们都想不到，为什么热炒店你会叫炒豆干？为什么？因为他的豆干跟我们吃，对，他的豆干跟我们吃外省菜的豆干完全不一样，它是台式的炒豆干。所以这就是大片的，对对对，黑色的那种，黑的那种，对。对，这是。然后有肉丝和青椒，没错。青椒我比较来，那你给客人试一下。长得不赖。那个肉丝是猪吗？就是有，你要豆干要炒入味，对，怎么有值得推荐吗？今天的客人是真的在吃，哎，跟我们以前。没有，他这个豆干有先用热油炸过，过油，有过油，你才会不是因为你们真的有吞进去，哎，有啊，是真的在吃，哎，真的，这个尖椒真的是好，难道这个是不能吃的吗？是可以吃，可是我们以前介绍的时候很少客人像你这么投入，不是因为甜点，照理说你不是录完还会有宵夜的局吗？他现在减肥中，他现在很乖，他不敢。你在减肥，被谁要求？他瘦了很多，没有被谁要求，是小 S 姐姐激励我的。你们两个觉得没有觉得他瘦吗？有觉得他瘦啊？你要瘦到他这个 size 吗？不可能，很难吧？不是老，你身为老板，他如果过瘦，你觉得他还会有生意吗？这个是我们两个非常反对的事情。这样子对我们来说，他已经算瘦了，我们不准他再减。那你就再叫他吃就好了。他都不吃啊，因为他太瘦，他现在都不吃吗？你傻了吗？他今天吃一定吃非常少，他一定今天都没吃东西。有了，他刚刚在化妆间就吃一个便当跟一碗。这是我们家的事情哎。我一定要跟你们两个讲一件事情。什么？331大地震的时候，三一大地震的时候，妈咪在东京。当天哦，哇！地震当天2点多，我找不到他。我急死了，我一直 APP 他打电话都不通，他 APP 我。你在干嘛？我说我在找宝妈，他人在日本，我快吓死了。是。他回我，我 APP 你有这么可怕吗？等一下，还没有完哦，还没有完。我说不懂吗？我说你给我看清楚，日本大地震，我在找宝妈，我快急死了。我说你给我看仔细一点，他回我看仔细，那我们去看柯展戏好不好？我告诉你，他从头到尾没有反应宝妈在日本哦。好了，最后我受不了，只看得到最后一行，我受不了，我生气了。我说天后，你红到这个程度了，你是不是去吸毒了？他居然回我什么，你知道？我就是天后啊！从头到尾没有提宝，从头到尾没有在想，我担心宝妈在哪里。你在吸毒，你一定在吸毒。没有，我那一天不是这样，就是故意。你的手机只
看得到最后一行字是吗？没有，其实我是故意跟他玩的。他选择性看那些字，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逗他，然后他也喜欢，就是。可是他就在找宝妈，很着急，你怎么还玩得起来？可是我觉得我就是要让他开心一点，不要让他担心。放轻松。对，所以因为我们常常我们就像一家人，所以我们常常就是会彼此给对方鼓励呀、啊，或者带给你就吐槽对方，所以就很开心。宝妈也没有带你去吃过民生社区这一家，对不对？我也没去过。所以宝妈到底谁有资格跟你去吃麻将搭子？对，你自己的圈子是不是？他早就受够这些人。彩华姐，你推荐的热炒餐厅在哪里？哎呦，在那个通化街那边。他所推荐在通化的这一家有名字吗？就有一个也不能。全部讲就不好意思啊。好，讲一个字好了。有三个鱼。鱼。哦，可是很多家都有鱼哎。啊，对对。你讲前面那个字好了。啊，那就是都知道了。对。他的名字中有一个字是三个鱼凑在一起。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你推荐这个餐厅的一个猪肝是吗？哦，香煎。Oh my god！ 猪肝哦，猪肝要是冷掉的话，哎呦，真的，这个好吃。猪肝要炒到好吃不容易，很难呢。我就吃过一家超好吃的，这间超有名的。看那个光泽，应该得分了。很好吃，真的不能苦，对不对？不行，宝妈跟你那个苦就叫什么来着？小卷大小卷相上下，真的还假的？那我一定要吃了，一定要试试看。我不太吃猪肝，不是你看，你看它那个光泽就知道得分了，那个颜色，而且没有、哦、没有做好泡泡。它好像是用叉烧的方法在做猪肝，对 ，Coco。完全不臭哎，它好像在烧脆皮叉烧的那种皮，你知道吗？脆皮猪肝，但是里面呢，哦，这个我跟你讲，我吃过台湾最好吃的一个，感觉很有中药。台菜餐厅它的猪肝是最好吃的，什么叶的，真的，它那家的猪肝也非常非常好吃，几十年都没有改变过。但是我想不到这家也真的，这也很像猪肉干，对不对？对，猪肉干的味道，而且它外面这样有一点煎过的感觉，里面是嫩的。嗯，哦，啤酒呢？啤酒在哪里啊？可以尝吗？要。你去吃的时候是多点几样，然后寻找你爱的菜，还是说厨房可以推荐你说哪几个是他们的招牌菜？其实我们通常都会，我会先点我自己喜欢的菜，然后我再会。小甜甜大吃，许杰辉也是啊。我从来没有看到客人这样大吃，还发出嚼的声音。你等一下跟我讲你卤肉饭在哪里买的好不好？少了我做。过关了嘛，大家都过关。我要推荐几道啊？三道、啊，不要了，不要这个就好了。他的习惯就是不会连续好了。会啦，下一道，不然我们吃第二道，如果差的话，我们就不接到第三道。好，听说是松板猪，好不好？哇，这个烤松板猪哦，而且好香哦，要用酒去那个是不是酿还是什么的？你试试看那个口感。慢一点，小兵，怎么样 ？OK 吗？脆对不对？我觉得王姐你做的没错。第二道还好是不是？不，你一定闻起来好像怎么样，就吃起来就。我看看啊，那个辣菜的，好硬哦！这一道不要聊，这很难。哎，你真的很了解辣哎，真的，我怎么会落差这么大？不然那个醉虾拿出来看一下。好，枸杞哦，哇，是这个醉虾还够把揪哦，对眼睛非常棒。它已经剥好皮嘞，真的吗？你看，哎，没，这是我们工作人员剥，多贴心，敬业哦。真不好意思，对，什么不好意思，整个感觉就没有了，你还客气。就是要自己剥，然后你不在这边啊！还有树莓要逃，树莓要逃哎！什么树莓？一定要自己跟星星，然后剥掉出来哦！你把我唯一的乐趣都剥夺了，我来干嘛？我跟你讲，我吃虾。徐杰辉介绍美食，引起小甜甜热烈的回响。你今天第一道菜是什么？我这可就真的是精彩，但是呢，你。处理一下好不好？处理一下好不好？刘玉仁啊，他不是故意的嘛？我在恭维呢，我难得轮到我讲话呢，介绍完变成介绍到我这边来了呢，你这个不好意思。这样才好吃。我觉得你不是想吃醉虾，你是想吃里面的酒，是不是？你怎么知道？有没有很浓的酒香味？你缺酒对不对？我要听王静的话。
带还好，而且平常据说热炒店的这个不太会用，而且我吸很大力，它酒味没有很。没有酒。我们来评比一下，就是到目前为止，可能是那个猪肝可以跟炸小卷差不多程度。哎，这个也很棒啊！我觉得这个香煎猪肝已经很厉害了，没有人可以赢得了我。我觉得，许杰辉先生呢要跟我们讲一件事情，他上次来参加康熙美食的时候，他推荐那个餐厅，结果你给那个餐厅造成我害了人家，为什么？因为我后来我再去吃的时候，那一些端盘子的这些大姐每个都瞪我，然后突然又有一个人过来就说都是你害的，啊，为什么？你看我手都已经受伤了，都你害的，因为生意太好。哇塞，你是介绍什么菜啊？那次就是那个啊，上海小馆啊，哦，那一家，所以。本来没有介绍前是那种可以正常的去走进去就有位置的吗？因为我那一次去还遇到了两三桌都是路客。啊，许杰辉，我们就看你们康熙的，我们来了，我们找到了，哎，我们来拍照耶。为什么？是有壳的吗？哎呀，我的咔嚓盘子啊！你的有一只还有壳，好好笑。你很会吃有壳的虾。对呀、啊。哎，这里不是还成他？一样啦，难得来到这边，谁敢在这边康熙随便丢这个虾壳？我也第一次看到。欧西莫里拿来呀、啊！谢欧西莫里啊！对呀、啊，哎、欸，欧西莫里呀、啊，欧西莫里是毛巾是吧？对，毛巾有湿毛。所以一般热炒店有毛巾吗？有有，欧西莫里跟湿纸巾啊。而且啊、哦，所以剥壳后真的比较好吃吗？好吃、啊，那种感觉不一样，感觉不一样。而且我跟你讲哦，那个欧西莫里拿你还要抓中间，然后啪，对，要碰一声。这个也要两次，对对，要保护自己的老人哦。他是这样卷，推荐的啦。他是卷这样嘛，对，有没有卷这样嘛？那你要抓中间，点一紧哦，然后嘣嘣两声，然后一定要吓到隔壁桌。康熙的观众都会学你吗？麻烦你把那个虾壳清干净。请问热炒店地上都有这些东西吗？有，一定有。热炒店有一个特质，就是你起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你周遭有没有东西。地上好多东西耶，食物、酒瓶、卫生纸。那请问还有会换盘子吗？对啊，会换盘子吗？盘子哦，比较少。热炒店的换盘子就是对，比方说你这一盘吃完，来来来，所有东西都丢进去。对对对对对对。而且自己清盘子，对对对，就他那盘菜吃完，对，然后下一盘菜，那就把菜。曾经有的人不晓得还去夹那一盘菜起来，对呢，肯定有价值哎，真的啦。如果我们公司的艺人没有梗的，就不要硬接。是真的。李佳佳，你今天第一道菜，我告诉你吃什么？我这可就真的是精彩了哦，哇！它是快炒，热炒，但是呢，但是呢，哎呦！你的餐厅已经要排队了。我讲说我介绍的餐厅，它很特别，是你去那边你不会等。像这种东西，有的等太久，真的就是提莫奇吧，提莫奇就办，要快。他那个就是会，一般热炒店不会让你们等太久。当然不会，不会很快。可是万一人客人很多，还是要等啊，还是快，还是会等。都是同一个人炒吗？对。他只有一个人炒啊，对啊，没有海产店没有办法请那么多人啊，所以有时候有可能，我曾经吃过一个海产店，炒也是他，端出来的也是他一个人吗？真的啊，真的啊，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这种享受这种感觉也很好啊，所以热炒店不会发生客人买单也是他，然后他还送他回家。所以你在家热炒快炒，就是他速度。我觉得你坐下来吃，节奏感，对他配的那个，所以他端来你吃都是刚刚好，不会突然啪啪啪来很多，所以一次来太多盘也不好。对对，热炒就是要吃。你说那个师傅得注意说客人快吃完这一道了，然后再炒下一道吗？没有，他其实是比较有经验。他的我在猜他工作的那个逻辑性很好，真的，而且他好厉害啊。比如说你去到海产店啊，你可能我们像我们这样一群去，可能点八个菜，他
他完全知道什么菜先出，对，什么菜出中间，对，什么菜出后面哦。前后他一个人在炒而已，前后是有关系的，有，我觉得有前菜，还有就是这盘菜单，那大概可以吃多久？OK， 对，我们大概聊嘛，看他们有有像这样炎炎夏日，第一盘一来一定是什么？沙拉，对，沙拉，或者是那个如果苦瓜沙拉，对，如果你还用筷子夹，那就碎掉，一定是拿牙签。对，芦笋沙拉蛋那个也好吃，太棒了！这个时候就一杯什么很熟啊？我也常深入民间，一定要用牙签插竹笋，因为你竹笋筷子夹不起来，不好夹，对，牙签夹。没啊，那也叫 gay 啊！你拿一个板凳坐我们这边。太低了啦！好，所以第一道应该上哪一个？你的三道里面最厉害的啦，绿竹笋。好耶！金沙绿竹笋，金沙绿竹笋，好不好？因为刚刚都吃肉，金沙不是一般都是苦瓜吗？太没有，因为我们台湾的现在这个时候的绿竹笋套这个季节，这个好漂亮哦，这个太厉害了。它就用咸蛋，而且它叫金沙，它就用咸蛋的那个蛋黄去弄的。你这它就用咸蛋苦瓜的方式去做绿竹笋，好好吃哦，好吃哈！我再跟你报告，你这很有深度哎，不像是热炒店。好吃啊！这个是冷的上的，是不是？很凉。我告诉你，它这个绿竹笋有时候如果把它切换成芦笋，你看看，它那个芦笋要像白芦笋那么粗哦。嗯可是它是绿芦笋哦，怎么办？许杰辉今天吹牛吹那么厉害，万一等一下别的菜没有这个绿竹笋厉害，你要再继续介绍第二道吗？可以啊，这个很好吃，所以他们是也有金沙，咸蛋苦瓜，也有咸蛋绿竹笋，但是我喜欢这个，对，这个好特别。我觉得咸蛋绿竹笋是非常非常好吃，而且你知道吗？其实它这个绿竹笋是，如果它在里面呢，就它这个绿竹笋我觉得很棒，它没有过油哎。都会进去厨房稍微看一下，它怎么做？它的绿竹笋哦，如果直挺挺的这种就不要，我们要弯的。为什么？弯的才好吃。可是我这样一讲以后，大家每个都说我要弯的，所以是弯的比较甜吗？比较你还要自己选笋呐，瞬间不尊敬台志远哎，你比他懂很多。我告诉你哦，真正好的那个绿竹笋吃起来哦，其实是比那个水梨还好吃。刚刚这个就很好吃，很好吃，所以它爽口，它有一道好像是要跟。宝妈的小卷拼一下，哎，它有一个中卷，赢了，中比小大，中卷吗？中卷，如何？这要嚼很久。这个中卷怎么样？冷掉，冷掉，对我觉得冷掉，看起来冷掉，它变得有那个中卷的腥味出来，哎呦，因为这个东西哇，就算它有辣味，有风暴，还是没有办法盖住。刚刚那个金沙比较厉害，这个要热炒，热热上来，一定要。我觉得小卷赢中卷哎，可是麻辣，可是它有一项非常得分啊，热炒店不能没有花生，对对，花生太一定要有花生，但是它没有办法有中卷的中卷和小卷那个鲜甜味，它已经没有，不能没有花生，哪里花生？而且还分这种。去皮的跟带皮的哦，带皮的还有油的跟干炒的，干炒的还有分炒盐的跟炒胡椒的，不一样。但他知道很多，没办法回应，因为我还在嚼。明星推荐平价热炒，平价大不同。那我们再给许杰辉一个机会，是盐酥虾，是不是？哦，来，我更喜欢了。来，好火。接下来，汪建明董事长。推荐了两道牛肉，这个应该是他们最受欢迎的一道菜。汪建明，我不懂哎。你希望我们今天是哪一道？炒羊肉。这个炒法是很一般。你又没看到，比汪建明那个好太多了。那我们再给许杰辉一个机会，是盐酥虾，是不是？哎呦，我最喜欢的啦！来，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这样子，头一定要朝这边。那不就音乐啦？啊，嗯，很壮，你把好利落，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壳都不会混在一起？你又把壳吐出来吗？它这个壳要一起嚼才会有香味。刚刚那个一定要剥，这个不能够剥。最香的就是这个。吃的咸酥虾一定要带壳吃。就是要带壳吃，所以壳要吞下去吗？当然要吞下去，因为很香，有蒜香。来来来，我来一下，来一下，来一下，来一下。所以一定要动手就对了。嗯，好吃吧？有得分，有得分吗？好吃吗？得分。有得分。真的吗？我跟你讲，一定要连壳一起嚼。可是这一类的虾不是都做的差不多的水准吗？没有，哎，不一样。其实盐酥虾。不是每一家热炒店会做的好吃哦。盐酥虾外面那个盐酥是非常非常重要。你那个虾有没有
炸的过于油脂，然后整个虾是扁掉的，酥就是木，就没有弹牙的那种感觉。虾壳，它这个虾就是大家看一下，它已经非常非常漂亮的虾，就虾的新鲜也很重要。OK， 所以彩华这个好吃 ，OK， 嗯，这家 OK， 这还不错，嗯，所以它有两道得分呢，玉竹笋跟这个虾。啊，接下来汪建明董事长呢，他推荐了两道，你这家餐厅在哪里？一样在民生社区。这个可是竟然你们两家，你们互相不知道吗？没有，这个他知道，这个是因为他带我去。那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不晓得。这一家其实这一家比我吃这一家超过20年。这一家在民生社区其实很出名的一家海产店，热炒店都可以开这么多年，很厉害。这家很有名，它也不扩张，就是一直都保持原来的 size。对，所以老板渐渐老去，不就会举不动那锅子吗？但他会传下一代啊，他传下一代。所以你要我们第一道吃什么？先吃他的面，炒面吗？真的，真的，先吃炒面，相信我。看起来还蛮漂亮的，可是看起来感觉酱油味不够啊。一般的热炒店的面炒面跟炒饭大概都是配角，没有，而且重点是如果炒面好吃，炒完之后它要吸汁嘞，就是它要稍微焖一下。吃得出苗头吗？这个面感觉是给孩童吃的耶，孩童不是，因为它也没有辣椒的，它也不辣，然后也没有蒜味，它就是好单纯的儿童，很单纯的，它就是。因为这个我吃不懂哎，它跟一般外面的炒面不太一样，嗯，因为外面的炒面大概都比较汤一点，而且比较湿。对啊，你有没有看到就是一行糊？一般的台式炒面都是糊的。优点是它是干，对，可是它里面都没有加什么，没有什么味道，没有加太多，对青菜。对，你要不要再试一道？那道一定要退出来，那道一定要退出来。哪一道了？牛肉，它的。热炒店有烤牛肉吗？有那个烤羊猪肉啊，牛肉，这个应该是他们最受欢迎的一道菜了。是，我牙签吗？他们的烤牛肉慢 OK。哎呀，你这边你们这边逼我，我才多少碗牛，你一边哪里？我天，我竟然我自己打了。汪建明，我不懂哎。有一点点吃亏的是，它的这个烤的牛肉要烤好上来吃，就是要它的汁才多。然后它的那个油脂是，就是是有水分的油脂，但是因为冷掉了，整个都熟了。热的时候应该是好，很好吃。你看热炒店有吃到这样一块块状的牛排不容易。对，那小甜，你。但是太饱。你是怀孕吗？你现在怎么样？我很久没有吃这么多。对，他真的。我们就叫你，我们刚才在劝你不要吃那么多啊。可是你们一直聊，我没事，我要干嘛？你也没有不聊的意思。好了，我要换我推荐。你的餐厅在哪里？在市民大道上。啊哈，怎么发现的？也是别人带我去吃的，然后后来去吃之后觉得那是一个好地方，因为老板娘看到我说，哦，小甜甜你好漂亮哦，好地方。哦，不用吃这家。你看，老板娘都怪怪的，煮出来的菜怎么能吃？你没看嘴的啦。人家老板娘说我很漂亮，后来我就很开心。老板娘就觉得哦好热情，然后我就开始每次只要吃海产，我都带去那一间，然后价格又便宜。你希望我们先吃哪一道？炒羊肉啊，漂亮！我每次吃到基本款了，炒羊肉。这个炒法是很一般，你又没看到，很普通，相当普罗大众。乱讲，炒羊肉冷掉好吃也不容易，很好吃，比汪建明那个好太多了。哇，他讲的。冷的还是好吃，而且肉非常嫩，而且我好喜欢他们的空心菜啊。摸着良心讲哦，我想我先不要再吃了。宝妈，你凭良心讲，我觉得我吃到那个部位还好，因为它冷掉了，但是它的羊肉还好，它所有的羊肉处理的非常好。我们吃到的是嫩的，我也是嫩的，有了有下饭的感觉。哎，你已经在用牙签挑呀？对啊，他知道现在已经很，你真的很，你们很放松，那么多到了，总是对不对？要剔一下牙齿。好久没有看到，公司应该从来没有客人在我们节目里挑剔牙吧？对，而且他也不遮一下，哎，你不小心剔牙，有时候你这样刚好一剔，有没有？就那个很出戏。你们刚刚一直
讲下饭，所以在热炒店是要配饭的吗？因为热炒店像这家热炒店，它的饭是不用钱的，所以你就可以去，很多人食量比较大，你就可以一直盛白饭这边几年，然后你就配这个，然后还有那些炒饭，如果白饭不要钱，对他们就是免费，怎么可能会有热炒店白饭？很多现在火锅店什么店白饭都不用钱，火锅店我觉得 OK， 但是。热炒店怎么可能白饭不用吃？那你吃那么多，他们可以吗？我还好，因为我其实没有很喜欢淀粉，所以我去的话我都主攻菜色。OK， 对。所以你要见好就收吗？停在这儿？不用，你们刚才不是大受好评，我当然要接着来。没有到大受好评，那是因为你在我那个前面，所以你好一点。没有到大受好评。没有，我觉得你距离绿竹笋跟那个炸小卷还有一段距离，有一点距离。而且下一摊的人在等我们呢，我们要过去。好不好笑？你们这家公司充满挫折感的公司吗？最近真的很大，他最近真的是很恐怖，他忘东忘西。就是我们要去泰国的时候，我们要办那个泰签嘛，然后后来我就把我的身份证交给他，人家旅行社打来说，汪先生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收到张小姐的那个，就是他的身份证影本。然后我想说怎么可能？他说怎么可能？他说不好意思，因为汪先生，你给我们你的两份。因为照片太像，所以开工上有点 handle 不了，是不是？我不知道怎么搞的，忘东忘西好严重，今天早上要去接他，出门要帮他挂个牌子。早上去接他上通告，然后我有一袋我们回来的衣服，脏衣服一袋衣服要放到楼下管理员那边，然后洗衣店的人会来拿，会到管理员那边去拿，然后我就拎了一袋衣服，然后拿着车的钥匙，拿着电话就出门，一直到上车我才想说，哎，我这袋衣服是干嘛的？忘记我很糟，我现在很糟糕，所以我说宝妈跟甜甜，你怎么可以把你们自己这么放心的交给他？他现在记我通告的时间哦，我每一天白天我都从头再捋一次，今天几点要录什么，几点要录什么，几点要录什么。我礼拜一已经告诉他我礼拜五的通告，到我礼拜四还要再跟他讲一次我礼拜五的通告。真的，而且你知道还有多让我们担心？像我们这次出国，通常我们可能想说宝妈会比较容易累嘛，你知道他我们要去看 Chaducha 就是。假日才有那个市集，然后我们一坐捷运，然后下车，他就跟宝妈说差不多了嘛，这就是小偷家可以回去了，然后就把宝妈带走了，累了，然后带回两步就累了，然后就跟宝妈就说，哎，我们要不要睡个午觉？我去睡个午觉，可是那时候才刚吃完早餐，他就睡午觉，刚吃完中餐。啊，那是 brunch 早午餐，然后还说什么还游泳游到睡着啦，对，游到睡着，差点死在水里了，没有游到睡着，游到睡着，我过几天才会浮起来。你现在的肿就有点像游到睡着，游起来就睡了。你既然 handle 不了，你干嘛开公司？对，为什么要？没有，因为逼自己呢？因为现在插在他是没有问题的。哎，你的牙签放在外边。我们两个前面还没有一个人帮我们 handle 所有的事情，那当然我自己来。你下次要忘东西的时候，可不可以把小甜甜忘在国外就好？不可能，他会自己回来啊。对啊，我很急，他什么事都忘，就不会忘记我。好，你下一道怎么办？因为他们说你的菜色重复。对啊，完蛋了呢！我觉得下一道菜绝对让你们有一个 happy ending。好，因为你们这一道菜凉掉了，应该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人家还不知道哪一道菜。我们都知道啦，但他们不知道，你们很期待吧？最后一道菜呢，就是你知道，刚才有吃的饭、吃的面、吃的肉、吃的虾，什么都吃了，但是最后一个一定要喝汤。海产摊的汤很重要，所以我要介绍甜鸡汤。哇，甜鸡真的，蛤蜊甜鸡，对，蛤蜊甜鸡很厉害。哎，它看起来很不浓郁耶。对，清汤，清汤。对啊，就是用那个姜。蛤蜊的汤本来就是清汤啊。你为什么不吃甜鸡？你很适合吃甜鸡耶，康永哥。少管我。怎么样？来。好啦，有原谅他啦。耶，好喝吗？很鲜美，感觉没有放味精。真的，所以很棒。是连汤冷掉都还是好喝的吗？就是有把那个蛤蜊的优点全部弄出来。宝妈觉得怎么样？哎 ，OK 耶，对 ，OK。我本来担心，如果冷了之后蛤蜊会变腥，就是有那种蛤蜊的腥味出来。它没有哦，我觉得它这个汤里面有加酒。你倒是没有提酒的事情吗？所以我现在拿起来又在。他有加酒下去，有他有加米。有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是来吃这个快炒热炒摊，最后来一个这个，我觉得很好，因为解酒。但是要热喝，一定要热喝。这里面就是酒吗？没有，就是说，因为它可以固干呐、啊，对对对，那个蛤蜊啦，修诶，真的、哦，对啊，有啦，你这个有成功，有了，有这个 OK， 这个 OK， 这个 OK， 所以大家都有为自己的餐厅带来一些。他没有啊，王建民完全害到那个牛肉。我觉得牛肉蛮好吃的，买单买单买单。
一百八的，九十的，两百的，2450。